要买文旦，非常雄赞。基隆市长林佑昌率领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黄建峰与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曾之文一起行销基隆柚子。过去因为产量不多，一出货就被抢购一空的基隆七堵马林山区柚子，今年因为台风少、大丰收，却受到了疫情等因素影响，反而滞销。林佑昌因此当起基隆柚代言人，力挺在地农业。这个中秋节快到了，那大家这个一般想到柚子是想到这个中南部，不过其实我们基隆也有产柚子哦。那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哦，有许多企业的一个订单取消，那这个民众上山去采柚子的活动也这个比较没有办法进行，所以这个我们特别帮基隆的柚农哦。来做一些推广。产业发展处长黄建峰表示，基隆柚子可以买一箱，也可以认养整棵柚子树，还有适合小家庭限量200箱的三棵装，送礼自用2箱宜。可以买整箱的，也可以买整棵树的。好，那买整箱的就是400元，那整棵树的柚子包下来就是2000元。那另外我们针对小家庭，我们也有推出三棵装的200元的柚子礼盒，那送礼自用2箱宜。无独有偶，立法人蔡适应也认购100箱基隆七堵马林山区柚子，与身兼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的七堵区市议员苏仁和一起赠送给辛苦的义消人员。在中秋佳节前夕，感谢义消人员协助救灾，也借此力挺基隆在地农业。也感谢义消在每一次关于消防救灾过程当中，他们舍己为人，然后永远站在第一线，为我们市民的生命安全着想。那这义消的好朋友，我们特别来感谢他们。那事实上，金明昌农场也是我们基隆最大的生产柚子的一个区域吼。那其实也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来这个地方认购柚子。那柚子不是走中南部好吃，基隆的柚子也非常的好吃。还剩下一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就是中秋节，希望我们基隆市的市民能够力挺我们基隆市的农民。那么今年的柚子是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们刚刚也都吃过了，也试吃过了，甜度非常的好哦。那希望基隆市民如果能够多多的力挺我们基隆市的农产品，基隆柚子好吃。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